尔伯近期推出新专辑，为了宣传他到处跑，平时在圈内人缘颇佳的他也吸引许多艺人好友帮忙助阵。不知是否因工作太过劳累，他五日深夜突然发文抛出一张吊点低的照片，并表示这几天以来都在这，疑似健康状况亮红灯，令不少粉丝担心不已。才发现潘帅自从9月29日起，他便停止更新社交网站，消失整整五天后，他10月5日深夜首度发文曝光近期动态，抛出一张吊着点滴的照片，沉重写道：这几天都在这。大家才发现原来他这段时间以来一次都待在医院吊点滴，虽然文中并未细说其中原因，还是让不少粉丝担心是否因近来宣传行程繁忙才导致身体状况亮红灯。粉丝们也纷纷留言要他好好保重身体。非凡娱乐整理报道。